像我们这种不会包鸡姐的儿媳，不能叫做闽南儿媳。可是你这样会得罪好多人，可能好多人都不会做好不好？我其实我也不会。我们甜甜这是从小开始就要培养了。我们这一年一度的佛生日又要开始了，又开始比拼看看各家媳妇儿厉不厉害。那肯定咱们家最厉害。这样说不会脸红吗？我夸他了，我夸你媳妇儿，我才厉害。是的，这是我们家的一号选手，这是二号选手，这是三号选手，这是四号选手。这是曾经一号选手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就开始吧。解开了，解开就放着啊。我们先从佛生就形成了每年都要做这个五香卷来拜拜。我们每年就是从这个时候然后一直到元宵节都特别的热闹。这是我跟大伯安排了事之后专门请厨师过来做，一块热闹热闹。哇，甜甜工作了好棒啊！我没有太空，我在包鸡卷。太空偷懒，太空都没包，是不是？这在我们家也是一种传承。以前的话都是我爷爷在做，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代一代相传。马上咱们都排不上号，是甜甜在做。你们还没学会，甜甜都学会了。我都学了三年了，还没会。怎么了？不干了？罢工啦？我怕会创业失败。休息了。咱们都买了吗？买了，不光买了，还挺好的。哇，这么快！我宣布包鸡卷大赛正式开始。这一大盆里面是马蹄还有葱头，先把肉搞里头，十三香搞里头，然后给它马杀鸡，盐巴搞里头，白糖搞里头，生抽搞里头。把甜甜搞里头，甜甜能搞里头吗？不用了，我白糖已经下了，够甜了哈。最后是地瓜粉，还要再来点糯醋粉，记住了吗，闽南儿媳？记住啦，反正就是啥都往里面搞就对了。拿出我们的主食材油豆皮，我们三号选手已经准备就位，学好好学哈。由我们的评委先打个样，把肉肉包到咱们油豆皮里边，然后给它卷起来，这就是我们的五香卷。可好吃了，耶！拜拜。这么搞笑，怎么都没开始包了，你就拜拜。今天这家伙没工钱啊。要不要发钱？要啊，我也开始。给你一片，给你。三位选手现在轮流交替领先，唯独三号选手还在不知道选哪一块肉。你搁这选美呢？放屁。甜甜啊，你可能好好包啊，你看你包的跟营养不良似的。确实哦，这么少肉啊！他归了春天吃。妈，我都不会。你会的，宝贝，加油，成为闽南儿媳指日可待哦。人家在包鸡卷，甜甜在洗衣服呢。这每一根鸡卷都有我们甜甜的味道。我觉得很好吃，我要包给妈妈吃，我不想吃给弄破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是你包的都很香。你不用包，直接下去炸，你妈都爱吃。我宣布闽南媳妇儿包鸡卷大赛由公公胜出。可是我不是媳妇好不好？阿才在玩火，在生火，不知道是在玩什么。可以开始蒸了。好吃吗？嗯。几点酱？好甜啊！这是你最爱的番茄酱啊！来，给你夹一块。人间一场烟火，雨声开火，好不好吃？我顾不上评论，你还是很香的。
我连吃三口，咋样？一口吃，换吃一口。好酷的呢！你说我想吃凉，我怎么可以啊？不过我觉得你老公爱吃这样。是啊。我给爷爷拿一个。我吧，一个番茄酱，这是他们。妈妈，不是，加的，加的了。你是拍摄呀？不是的。不是我吗？你呢？还搞这地方去关心的，哪有讲的安排公司？你看我。这是会是，只是个无咸那个咸。